农村租的挺多的，农村单身汉多，城里面一般需要的时间短，农村租的都时间长，城里面过年就租个五六天，三四天的挺多的。租的，但是租金其实也不便宜，租的人条件应该都很好。我过年去那家都不太好，去那个山东，他自己本身都没工作，然后2500一天，没钱，太爱面子呗。农村就很多这种思想，碰到过这种还挺不少的，就特别是农村的。那时候百度贴吧是吧？从来没有人带我。那时候没上班，我好多年了，在家里边就玩手机，一搜没有搜，然后他就自动跳出来了，就给我打。他不愿意给了，跟他吵起来，他妈在外面了。然后他知道我没办法，太不开心了，就赶紧绑了个银行卡给我。最远去过京西、西宁。现在很火。那为什么现在不行？人多了呗，搞出这个很多的。把市场被搞乱了。当然了，我们有群呀。那群里面有男有女，有租客，有女孩。对呀、啊，啥都有，啥人都有，包括想找飞利的都有。八九，智多宝，智多吧，他那个挺靠谱的，富有意图。不会啊，我不可能的，你永远不要的客户。最多管他胳膊，是不是我没牵过客户的手？钱到位怎么不行了、啊？自己点的详细点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身份信息泄露出去。我流传了一个。他非礼我呗，想干啥？还能想干啥？估计是往一个偏地方开，楼在郑州南三环那边，这么老子机智。做那个招投标的，在郑州就是只能拿个到手5000多一点，郑州工资很低的。那你只有周末啊？你平时工作是要上班？对，有时候也能请假。那今天本身压缩点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就在我朋友店里帮忙。找男朋友不干了。